李丽。远离这类穿搭人群呢。滚啊，去找。孙子啊，小王不要冲这个热舞来了，我怕你老大。哦，一头一头。唐山事件就是这家店从这儿落出来，在这门口打的，然后最后落进这个小胡同里打的。地震了呗，看了没？关门了，完给拽的那个小胡同去了。关门了，你看人家都生意兴隆，他关门了，倒霉不？是啥吗？长吉顺路啊，下车都说别打架呀。